今天早上你有醒过来没有？那些衣服是不是你洗的？衣服？衣服啦，昨晚呢，我进了两桶衣服在厕所里。妈，我刚在上床睡觉，很累。好了好了，不吵你了。不是啊 ，boy， 会是谁呢？阿全。送你一条腰旗啊，一天都做我吃不完呢，有病啊，吃不完的话下午到咖啡再吃哦。像早上的那些衣服，哦，我冲凉的时候顺便洗了。谁问你这个？安迪，你不是问我可以赚多少？
认识你的。有什么话？太好，你的会很旧的，讲到答非所问的。跟你说，工作要好好的，没有必要放工。什么没有必要？你们以后也是打算要结婚的吗？靠那几块木头怎么养你？难道天天吃饭盒？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，没有讲谁要养谁的。况且我们现在相处的也不错啊，没有打算要结婚的。什么？不结婚？啊，阿姐不是不结婚，他们只是暂时没有打算。结婚是有好好打算的，结婚要很多钱的。啊，你要你要讲吗？我是先讲阿狗。我等一下会讲给阿狗。不会，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，不要拖我下去 ，OK？我再去好了，明天接到一个工作，就找他讲。这，放心行，你们的碗自己洗啊，阿妈的也行。阿妈，阿妈真的洗碗的。Thank you.